当中重新找回乐趣，如何让自己更快乐？其实我们要回到我们小时候，或者是看看小朋友在做些什么。举例啊，大人有苦不说，小朋友有苦一定说。小朋友如果跌倒了，问大家会不会哭，会不会叫？会，对不对？一跌倒了哈，他不但会不会叫，如果大人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怎么啦？”他会哭得怎么样？更大声啊，更大声！一定要注意。可是你现在如果跌倒了，你还会哭还会叫吗？还有中风会不会睁大看你？一跌倒了，第一件事你会做什么？先起来看有没有在看你，啊，看你的月光月中都没有事情。然后其他人会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跌倒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刚刚是翻跟斗，刚翻跟斗不行吗？我在练习会吗？”可是小姐，你有受伤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小事小事。小姐，你有流血？我常流血，每个人都流血会。压抑自己澎湃的情绪，你知道吗？哈，我们发觉到小朋友不仅他很容易笑，而且他们玩的游戏也很简单。你看，大人现在如果玩 iPad 啊，或者玩线上游戏，一个比一个还复杂，然后也不觉得很开心。那小时候我们才三台，现在好几台，那都在干嘛？转电视，并不是看电视哦，看电视看一台，放在旁边认真把一个节目看完。转电视是不断修补电视台。一百多台，无聊就无聊，就无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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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发觉到转的人很舒压，会转的很堵然。因为每转一次，旁边就转一次，然后再看个十几秒，又转一个转一次，到时候就变成一人一台，一人一台，这就是大人啊。但是小孩子就不一样，小孩子就会凑在一起玩的游戏也极度无聊，他们可以玩一下午。原住民的山上面去帮小朋友上课，会发觉到他们还是很纯真，他们哈、还是在玩我们小时候玩的很简单的游戏，一玩可以玩一下午。两个小男生出来只会玩什么呢？剪刀石头布树打巴掌，剪刀石头布树打巴掌，打到跟猪头一样以后就再讲了，听得多啊。放心，他们也不会记仇啊，小朋友是彼此不记仇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小时候是不是这样？切拉断了，不要命好了，去死啦！第二天还是玩在一起。大人不是哦，大人矫情啊，这个 case 不好意思，哎，哪会哪会啊，真辛苦你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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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次讲的话有点不得体，哎，哪会哪会，回到家砸小人啊，下降头，他妈的去死吧，对不对？大人就是这样，所以各位，有话好，我们要说出来，要学小朋友。当你自己很痛苦的时候，你要想想看，小朋友他喜欢什么，你跟着喜欢，你就会返璞归真。我压力很大，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就打电话给老师，我想说老师，我教别人我自己都会，可是有时候不一定做得到。他说，来，没关系，我教你一个新方法。他说，你去看小朋友在干嘛。我说，我都知道啊，会打麻场啊。他说不是，你去看小朋友看什么节目，他们有办法看很无聊节目，却能话有办法一直看下去。如果你也可以跟他们一样的话，你的道行就提升了。我说那要看什么样的节目呢？他给我四个字，他说你去看什么什么宝宝，各位知道吗？不是海绵宝宝，那很好看，天线宝宝。各位，你曾经有看过天线宝宝这么脑残的节目的请举手，手放下。你有办法看完他半小时，天天就不是不转台的请举手。这就不容易了，有举手给他掌声鼓励。我就找我们家那个小侄女说，哎，啊，这个招叔叔，那个招叔叔看哈，什么是天线宝宝？结果一看完之后，各位太可怕了。里面有四个角色，虽然你没看过，我讲一次给你听就知道了。啊，他们有紫色的、绿色的、黄色的跟红色的，分别叫做迪西、丁丁、拉拉跟小波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看一次就知道了。因为他会不断的 repeat 的给你听，才刚走到那台的时候，光听到主题曲我就有点不耐烦了，他就开始了叮叮，他对着台叮叮，滴西滴西，啦啦啦啦，沙沙沙，马上就重复给你，他就天天宝宝，天天宝宝说你好，讲说叫你好吧，没有好坚持，你好，再一个你好。你好，你要分四趴讲吗？你不能一次讲完吗？就开始讲了。还有更可怕的一个角色叫做太阳公公，有看过就知道，有一个小朋友脸挂在天上，又看不出自然现象没有。只要那个小朋友叮叮叮叮叮，就哇好可怕。所以我们家的小朋友就跟着叮叮叮，哎呦有互动。人家小朋友喜欢这种样子，
就他就开始啦，哦，还一怀人天蓝，天线宝宝今天出去玩，可思思就会重复，继续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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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心想，对，出去玩。去公园玩好不好？叫他们要么就走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不是了，他们要重复，怎么样？公园，公园，公园，公园。我想对 ，Park 可以吗？快一点！我就快上来了，结果没想到，妈就往前走一步，才刚走一步哈，跟各位讲哈，第一个一丁就讲一句话，叫啊，其他四只你也知道，他们怎么样？啊。然后他们说我忘了带东西了，那其他几个就忘了东西啊，忘了东西，忘了东西，那我忘了带什么帽子，那应该要回去拿，对不对？结果他们不是坚持帽子，帽子，帽子，对，带着背包回去拿。等到今天回去拿帽子以后，他们几个，其他三个在门口外面真的很会情绪管理，他们不但不怕骂。没有等得很不耐烦，他在门口外面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爸爸，老子这么好玩，干嘛要去公园？你待在这边就好了。站得超久，第一排拿着帽子出来，爸爸，走吧，我就赶快想好我公园呢。才走一步，第二个迪欣进来啊，我说啊什么？他说我忘了带东西了。那刚才干什么？你都回到回去拿东西，你不检讨一下？跟你一起别喊喊喊喊喊喊，就出来都不发脾气哦。为什么？我来带球，球球球，快快去拿！结果等到丁丁一次也回去拿球了以后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烦哦，快点，其他三个喊喊喊喊喊喊喊，等到他也把球拿出来以后。开幕已经到中午了，我想快一点。结果呢，第三次拉拉你也知道，他会怎么样啊？我都受不了了，我就飙出来了。我说他什么？我们家小师弟说，叔叔，我觉得他忘了带东西。废话，太懂了。我说你后面你忘了对不对？他说不敢讲话。等到连最后一个小偷都把奶瓶拿到的时候。太阳公公最后讲一句话，让我彻底崩溃。太阳公公说：“可是我要下山了，那我这半小时在干什么呢？”结果呢，天天宝宝在那边，所以看到你看到现在都后悔了吗？啊，不知不想清楚。结果太阳公公真的心有一绝激励他们，因为他们标准实在太低了，小朋友标准很低。太阳公只说：“没关系，明天我们再去公园玩。”他们就好。什么？你下一个才不会去公园的，你知道吗？各位，可是哦，我当下我看到当他们跳进洞穴里面，跟着说再见的时候，我们家小朋友跟着说什么？再见，恍然大悟。这是我老师给我的功课。我们小朋友看这么脑残的，都可以继续看下去，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无路而不自得？曾经何时我也变成一个看到小朋友在看巧虎，会跟你一起干聊说干什么啊？老虎会走路的哦。老虎会不吃兔子，怎么可能？还跟他好朋友。可是现在，如果你愿意去试试看的话，你呢？开始看到什么都把标准降低，或者是专注在你自己小时候喜欢的人事物上面，你就会越来越快乐。还是拿这个方法，也许简单。